华荣准备的系列的节目来吸引民众参与，包括了各项的舞台表演、歌唱、大会员、儿童节目、男狮锦标赛、骑在夜光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我们的前进沙捞越夜跑马祖沙拉瓦 run， 一项具有品牌的跑步运动，吸引了2400位夜跑爱好者。民众创造更平凡的明天。